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一个 Costco 的新的芋泥蛋糕的十寸的蛋糕的开箱文，然后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呢？听说很好吃，那我们先来开箱，来过来开箱，看看好不好吃呢？我们刚刚才买回来，热腾腾的都，你看看，冰腾腾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先让今天的寿星先来吹蜡烛，来先来点蜡烛吧，然后吃完再来告诉大家口感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的寿星是15岁生日，噔噔噔噔， yeah. 不对，其实是51岁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因为环保不点火了，直接来唱生日快乐歌，来一杯气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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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阿香好像应该是第一次过生日吧。对呀、啊，好吧，那你三个许个三个愿望吧，好啊、来吧，两个要讲出来，两个要讲出来啊、哦，对，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，身体健康嘛哦，好、哦，应该讲说一个。永葆年轻啦、啊，身体健康啦、啊。那祝谁呀、啊？祝那个谁啊？那个祝佩佩青春美丽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这讲得很心虚耶，你这靠腰。然后呢？身体健康啦、啊。嗯。啊，赚大钱哈、啊。嗯，我们能够赚大钱。好啦，啊，还有嘞，第二个哦。嗯。那个啥，疫情期间哈、哦。生意会好做一点啊，肉圆卖的下下叫、啊，一天1000颗这样。对啊，肉圆卖的下下叫了、啊。嘿，还有第三个你自己讲吧，心里默念吧。好啦好啦。呵，来那就吹蜡烛吧，假装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吹。爱个配音的爹。好，非常棒。好， okay. 那我们要来寿星切蛋糕咯，然后我们今天看看 Costco 的好不好吃呢？等一下，对，我该切几个咯。对，这家还真的不错的咯。好了，你先对切一下，其他我来帮你切。好了，对切一下哦。好嗯。好咯，这里啊。对。我切港务，你知道好不？你应该要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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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知道你真的是，这还有经验的咯。你真的很没有经验呢、欸，我们一个蛋糕就这样被破坏掉了。我来好了，你切蛋糕一定要上下上下上下，没有人这样子切的啦。这个是要公务的咯。还好啦，这边先吃吧。好在啊。蜡烛，好，蜡烛丢喽，直接丢了四桶吧。好，真的你太有经验的喽。来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老粗，真的不可思议喽。很少这样一刀划过去，真的很少人这样子划过去的。其实没有，其实那个很长的那一种就一牙就好了。不是，这个跟你打蟑螂是一样意思的，又打蟑螂可以不要这样把它一直撸，太恐怖了。其实打蟑螂是要把它收起来之后，再拿干净的地方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打蟑螂的功夫，我实在也是不敢领教。对啊，不要用。哎呀，你要学一下，不行这样子。你看，我就全部都录到 YouTube 了。吓恐怖了。可以停了。哇，它的芋泥馅好多、哦，还有卡那什么，哎、小它的那什么黄色的那个什么打卡式哦，打斯卡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吃哎，
来，你们吃的感觉是什么？别卖啦，好吃了。好吃哦，哇哦，真好吃了。哎、欸，真好吃了，吃了我满嘴。我们今天开箱的结果是 CP 值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，非常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而且它的内馅很丰富，美味，物超所值。对的，大家可以去尝鲜看看。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，拜拜，拜拜。